四面环山，系咪好靓嘅？我哋一阵间就喺呢一度唱歌啦，睇下。阵间我哋今晚七点几，睇下我哋工作人员喺度做咗成日嘢噶啦。这个是我们的音乐才子赵柯。Hello， 香港观众认识我，早晚都会认识你的。还有前面是我们的20年的冠军张欣欣，他又有雪糕又有烤肠。几点到的？这个是乐队老师。还有很多观众，对，一会儿晚上就在这里了。Hello， 大家好吗？看看我这里靓不靓？这里是星光大道，我们录影的地方，系啦，夏日星光夜喺北京嘅平谷啊，好开心啊！我哋今个星期咧都会有直播，咁时间同埋日期咧就喺呢一条片嘅下边公布啦。多谢大家嘅支持啊！如果我真系万一有咩事改咗时间都冇捞我，系啦，就系咁靓啊！好多星光大道嘅好朋友同我哋一齐，同埋有好多观众喺后边。平谷咧系北京嘅一个地区，系啦，呢度就有好靓嘅山啦，系啦，呢度啲山系咪好靓？仲有水。大家好，这一周呢，我也准备了直播，具体的时间地点会在这一条视频的下面公布。感谢你们的支持，我们直播见。哎，走夜了不？加油！我钟情你，就像钟。